不如就这样，怎么样？派出两位队长，预备，开始。哥哥姐姐，人家这个小女孩刚刚开始学主持，你不要吓了人家嘛！吓一个后悔了吧？被吓西郎对不对？哥，我们先算账，谁刚才埋我眼睛？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丫头，你目标太大了啦！今天为什么这个阵仗？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吧？其实是这样子，演艺圈呢最近流行通告咖，但是通告咖竞争非常激烈，而且呢，他们最近女生除了瘦身很辛苦之外，男生也要蛮力非常厉害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聚集起来，分成两队。所以你刚刚废话那么多，就是说要来玩 game 就对。小明星对抗赛游戏规则，将一人分成黑白两队进行捉对厮杀战，游戏采积分制，最后获胜的队伍每人将获得杂牌权，输的一方则由队长出面接受杂牌的处罚。大家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冷静。咱们这个旁边有两个，这个有没有？斯巴达壮士吗？当你们那么热烈在玩耍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到他们两个还露的内内是在？所以我们这边的队长就是 King， 这边的队长是小甜甜，然后那个白队，你们有赢的原因跟理由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马上就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来一个什么？一二三，白队。停！这 open 录不完。现在开始，要讲话的人麻烦举手。点到再发言。黑队那边也要呛。黑队的，哎，肖明那不是乱讲的。一二三，来！天西利亚，天西利亚，天西利亚，天西利亚。我们告诉你，他们还在讲谐音骂脏话。各位。你们现在是都习惯录到一定要三更半夜的，太好了，各位，两支队伍现在已经 stand by 在这边了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比赛完毕之后，对，最后有一个人，也就是队长，要负责受惩罚，要接受另外一队十个人的万派齐飞。但是我们这边分配有问题，因为你看他们那边有廖慧珍，又有哈孝元，但你们两队要好好加油，好，为了团队的荣耀。对，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关，厉害喽！第一关叫做是原味裤袜拔河赛。第一关游戏规则，两队各派出一位参赛者，两人头上套上一双丝袜，运用头部进行拔河，率先扯下敌队的丝袜则获胜。白队这边派出来是蔡小杰。这边我们也有黄梦妍，美女大战哦。好的，那么大家注意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内裤。哎呦，原味的，不是，我要拉出来给两位。好，
两位队长，你帮忙服侍，泡好之后我们要检查，好，对 ，OK 以后才会开始 ，OK， 好的，靠中间的，中间，来靠近一点，来来靠近一点，靠近，靠近一点，哇哇，这个好，好大的牺牲，头太大了，哇，蔡小杰头太大，太紧了，头大就是有好处，哇，牺牲好大，这牺牲也太大了，面对观众朋友，尽量用下巴，把眼睛打开。扯下来就输了，靠中间，先靠中间，不要在一起，预备，来，对，预备，开始，其他人厉害。帮忙把他拉起来，验票，他没有用手，一，不能用手啦，哎呀，他已经验了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1-0获胜，恭喜你获得一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队友说他用手啦，虽然我没有，后来没有了。是卡在这边，卡在这边抱自己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找到两位真正玩这个，算是玩这个的翘楚，对啊，一哥，翘楚就是我们Eason。好，来，哇塞，我们这一组起来，叫，绑回绳，绑回绳，Eason，请上套。哎呦，耶，哇哦，找好自己的方向哦，要找好方向。好，好像其他人离开现场。来，不能用手。不要缠绕哦，哈！预开始。哇，这个是关系到你们最后队长会被万派齐飞哦。对啊，好恐怖。第三棒不如就上，怎么样？派出两位队长来，队长，队长加油！别加油，别加油，可以。但是队长，哎，你人家是肖明呢，但你们他只是自己带上来，他已经先来，我们很心急哦，这么心急啊？你赶快来来来，赶快赶快，我好急，不要不要再跑了。好，两位，我要直接破完。备，队长，队长加油！等一下还图哦，你这边怎么沈玉林了？谢谢鼓掌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我待在这里耶，刚刚 K 的是待在胡子这边的，对，位置不一样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沈玉林，你洗到一块，越多一块，你自己摸摸看。怎么过了啦？我跟强匪一样，很清楚，因为你是套在嘴巴。对啊，对啊，我都有眼呢。没有，但你嘴巴可以咬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想占便宜，不能用手，输在定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女生耶。哎呦，厉害了！所以2-1，目前的小甜甜队，哎呀，小胜一分。真的真的，要在天旋自转，自拍王一人全部倒一团。十，自拍自拍，拍了拍了拍了，拍了拍了，摇摇九，五四三二一，小心，怎么都在地上，好痛啊！总共获得那头发太乱了。有一个少一个眼睛，有一个少一个嘴巴，对不对？子鱼的眼睛，我的脸。
指定的时间之内，所有的队员进行十圈的原地转圈，并派一人自拍全队成员，拍下最多完整面貌即可获胜。好的，天旋地转自拍王，我们来解释一下啊。对，那么每一队有十个人，通通要下去玩。OK， 派一个人出来拿自拍棒，然后呢，你们这个全部人都要这个头转十圈。你们手上棒子，好吗？绕着十圈。两位队长，那个男女切拳。哎，我帮你拿。乱讲。黑白切，来这边，笨蛋。好。不要他了，黑队先来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把棒子交给他们。来，交棒，交棒。一人一支。It's OK。好，黑队先来。好，那么注意啦，每队站在一起的。来一杯。我喊一就准备传一哈。哎，饼干太高了啦。好感人哦，我在鞠躬，我在鞠躬。饼干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我们要转右边还转左边？那是你家的事。好了，顺时间转好不好？顺时间，顺时间怎么样？这边来，顺时间。你们怎么问题那么多？不要转，不要转，好，预备，预备，一分钟计时，不可以跳脚步。第一圈，一，快点了，快点嘞，二，小心点，快点，你在干嘛？小心！录影前不能吃太多啊，太多了，好晕哦。最后一张，各位，我给镜头看一下，总共是九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切到了，因为你必须要露出眼睛、鼻子跟嘴巴。对，切到的不算。切到了，没露出来。害群之马就是 king， 有没有？我有露出来，没有。我们拍很多张哎，嘴巴没露出来啊。我们拍了很多张哎，没有遮住的啦。哎，你不要讲别人，内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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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廖慧成，你讲人占位置，你也撑不上了。是天空，你站的是地基呀。在梦中求生存，你也不要这样吧。啊，换人，换人，太棒了，棒交棒，黑队交给白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压力了，对了，没压力了啊。预备，一。陈宇小都跌倒了，他整个刮一个，你看，杰哥，你们怎么会派瑶瑶出来？对啊，长进了。他是自己一直说他要报名的，但我最后非常完美，你看，非常完美，有完美吗？刚刚我真的看不下去，陈宇乔，你真的摔到舞台里耶，破皮耶，现在陈宇乔，你换个打保，你怎么快出界了？他不是白队的，怎么样？他是粉红队的，怎么说？哦，是我们队，好，我们来看了，大家讲好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要看到。好，
应该有啦，应该有。不吵架，不吵架。有两位的脸，头发太乱，没有眼睛是 lost 掉的。哦哦，甜甜的那个眼睛被遮住了。不好意思，等等。还有沙基努啦。对啊，有吗？眼睛哪有？转一下，有吗？给大家看，甜甜的眼睛遮住了，遮住了。有一个少一个眼睛，有一个少一个嘴巴，而且你的嘴巴遮住子瑜的脸，不管了，恭喜黑队多赢一分。9-8，刚是1-2，所以加起来是10-10啊！哎呦，哇，现在好紧张哦！天哪，很有拼哦，各位，所以呢，两军现在战成平手了，队长要被万派齐飞，马上看看我们下一个部分恐怖的第三关来啦！第三关游戏规则，每队派出3位队员，轮流用筷子夹出滚烫的水煮蛋，并且徒手剥蛋，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最多颗数的队伍即可获胜。三个人你就一直轮流，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，看谁数量比较多，一颗就是一分哦。来，先看黑队，剪刀石头布，布布，好，谁先来？超会猜拳的，他们先哦，黑队学我们，先后没有差了，三位廖慧珍、阿诺以及我们的哈小鱼。好，三位请准备，预备，小心你们腿。开始了，快点快点，叫夹蛋就是一个功夫了，只有2分钟，夹不了。快炒厉害，抢这个头，抢这个头，慢慢来比较快，慢慢来。哦，开始，你看，出手出脚就输了，伸手了啦，还可以，很烫很烫很烫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不能破，不能破，用力用力，不能吹，不能吹了，可以吹了，可以吹了，吹吧，尽量吹。哎，不是啦，是他自己吹，你们快，下一个，还好。手伸进去拿，破掉不行，破掉了，破了，最后40秒，小心，最后40秒，滑了，不会用筷子的，谢谢阿诺，直接就吃了。究竟阿若在时间终止前能否再为黑队拿下一分？廖慧珍拼命演出，只为了获得最终的胜利。这一颗你妈吃掉，我算它完整。哦，一口吞。吃着很干嘛？对，真的。你把这一锅汤喝掉。加十，好，加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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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对，六颗，这里有一颗，它是原本就破的，就破了，对。那你把它转走了，对，我跟你讲啊，破太大了。这一颗我就算账好了，算半颗了。你就我跟你讲，没有没有加分。卫生我跟你讲，这一颗你把它吃掉，我算它完整。口一口吞。一颗，我们再讲。再一颗，直接啊，真再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加一分哦。他碎啦，库存会不会太高啊？不要不要再吃了，就加两分就好。我跟你九分，因为他这个吃着很干嘛。对对，真的。你把这一锅喝掉。十分，十分。四五六七嘛，加两分，加两分，九分，九分，加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八分，八分，辛苦了。他那个第二颗还在，好吧？好，八分 OK 了，八分很多，七八分，恭喜，八分赢很多了，对，八分。好，那再来就换我们白队了，来，请准备。哎，好的，恭喜我们黑队。九颗就好了，对。而且他们刚刚呛说，我们这边有陈宇桥，哎呦，粉红队啊，秀珍，哎呀，秀珍公主，哎呦，没有，如果讲这个话不公道，因为有陈宇桥的话，才是你们最担忧。他会做菜，他玩 game， 他是真正拼命三郎，这是真的。他公主病已经好了，真的。他突然间人生豁然大开。你超拼，但是你不会做菜啊！这段期间你是有遇到什么样状况的？怎么？就是为了节目嘛，然后拼死拼活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手都淤血了，现在又下来煮。真的太感动了，真的太感动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知道为什么愿意跟你聊这么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的感受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是希望能够水能够滚。好的，好了。那么，其实，在这段期间，可以好了，等一下，可以开始了。你们派哪三位啊？我们派雨桐、雨桥还有 Sakino。Sakino， 我 Sakino 那不公平，那厨师根本就没有知觉的啊，也杀伤的。篮球员手也没知觉啊。不是 Sakino， 他本身是有厨师的执照，对啊，对啊，根本就没有在怕烫的吧？对，走一线烫，温度够吗？好烫哦，你要不要确认？够了，要不要？你不要看他完全不怕，你要演一下，他在洗手，你要不要洗个手？好，就这样准备了。好来，好来，我们要换油哦，吹蛋，好好好，角度好难哦。那这样吹得准吗？这样试试看，快点，快点，预备，计时三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行，三。
60秒喽，冲啊冲啊！可以可以，哇哇哇哇！干扰本席的公正裁判，对，我真心真意，最高标准，来，对对对，来，清清楚楚的，好不好？哈，这个清清楚楚，完整的，小破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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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皮，完整，非常完整，有相当完整，没有完整，完整，好漂亮，这颗是茶叶蛋，而且蛋黄好多，太漂亮，还有蛋壳，好像一个。六颗，这算完整，这个很好吃，好漂亮，完美无瑕，好像宪哥，破掉破掉光环，小破皮，小破皮，哦，小破皮，这一颗有小争议，先对啊，先放着，宪哥就对，这一颗摘破的要有人，摘完了，没有，这个不要跟我说摘到，各位，二四六七。然后加这一颗是几颗？我们要加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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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分！好，冷静下来。连壳吃，连壳吃，这个上面有壳，哎，有道理，好不好？有道理，吃，好吧，你吃。我们加分吗？这一颗真的不能算，因为上面还有蛋壳。对啊，吃了。好，大开。连壳吃。那个壳是钙质，甲壳素，对对。哎，我刚刚只是想说说，你们真的叫我吃，吃吃五号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大凯是艺人的楷模？哦，真的，他知道没有加分，他也是。恭喜8比8平手。好，各位，只剩下最后一关了。是的，哇塞，队长就是万派齐飞哦，一定要一定要 ，OK 哦。好，一起来看看最后一关决赛。义祥龟星人上身，蔡小杰竟责怪乐队老师。义祥加油！龟仙人，哇，这个姿势是怎么？龟仙人。又没有，其中我有事情要控诉。你知道乐队老师多过分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刺激他们很紧张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等下不会给我们很紧张。音乐很紧张，就是他们今天来上班的工作。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他们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紧张。没想到小明星大跟班，这个比赛能够这么好看，超紧张的，完全没有一面倒，对不对？现在两军是平手的一方，好紧张啊！把实力拿出来了，好，最后一关的决战啊！两位队长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 ，Yes， 你终于赢了，没关系，赢了，我们要赢得巧。
好不好？他们先对地方了。对，好。第四关游戏规则，每队派出四名队员，戴上懒人眼镜端乒乓，从 A 处端到 B 处，落地即重来，在指定时间之内完成最多颗数即可获胜。派出哪？我们一定要派出我们的运动健将 Terry， 然后瑶瑶平衡感很好，然后大凯，平衡感不好，瑶瑶平衡感很好，平衡感很好，刚刚自拍，刚刚倒数不一定，这是有力学的，抬起来重量往前刚好平衡。至于大凯，大凯以前是董哥的司机，所以方向感非常非常好。对，然后义翔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卖车。他有先祷告，比较准。你来送蛋，你可以把他帮忙放到他板子上，好，让他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第一位是谁先来？谁先 ？Terry， 你先。先好，我先。来 ，OK 哈。计时开始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喝水。掉了就要换人了，下一棒，掉了是啊，还没有，目前维持两分的记录，最后 Terry 加油，一分钟，往里面，往里面 ，Terry 根本是被爆，义翔又来了，义翔，哎，他的姿势很好，可以跨着。难度非常高，超难的！哇塞，孤岛球方向会跑掉，所以现在概念很清楚，不容易啊！你们超过四颗，四颗就赢了。OK， 好。等一下，贤哥，我有事情要控诉。什么？你知道乐队老师多过分吗？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刺激他们很紧张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等下不会给我们很紧张？对啊，就说那个音乐很紧张。对，很紧张。
那音乐紧张，音乐很紧张，就是他们今天来上班的工作。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？他们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紧张。你们跟他说音乐乐队老师很棒吧？超棒！我们真的是好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阿米老师，我问你啊，刚音乐用那个太紧张，我们现在开始用摇篮曲。哎，不行。对，您派哪四位？我们派音乐卢学瑞还有。 他们那我们要进了 PK 了，他还吹，没有，他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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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下来，两位队长，请到中间，一人拿着一个板子 PK， 好吧，一人拿了一个，我们来传乒乓球好不好？不是，拜托来一下嘛，嘴巴传乒乓球，你真无聊，你跟谁？我跟 Kid 啊，你们两位谁先传进去一球，就是哪一队就胜利，咒死赛就对了，咒死赛，加油！咒死，加油！到底
两队队长的送死 PK 赛，谁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计时赛，一个一个，我觉得放球的蛮重要的哦。OK， 必须得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哦。其他人离开啊，你们关注。也就是两位的队长要 PK， 输的要给人家万派齐飞。太紧张了。计时赛开始，扣关赛，扣关赛。加油 ！Yes， 回去回去。耶耶耶！稳稳的，稳稳的。OK， go。不进，不进，不进。不进，不进，不进。不进，不进，不进。不容易啊。描述在我手里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很公平，40秒整，40秒，这边啊，40秒 ，OK 的 ，OK 的，40.81，40.81，好不好？40.81，40秒.81，小甜甜，甜甜准备好了吗？完全比赛都交给选手了，可以哈，对，哦，开始，没关系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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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球，看球，拿高一点，拿高又掉了，对了，收队的收队。总该先看一下秒数吧。对啊，我们很快啊！我按完我就没看了，好吧？小甜甜的秒数就是，你们可以看 monitor 会比较清楚。看 monitor， 看 monitor。OK， 好，这里啊，哪一个？这里啊。就服输，好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你站在这边，行台放心，因为我们怕砸到这两位勇士。是的，勇士已经抓住他了。是一条汉子，对，是，他肯定是张开双臂来迎接。哎呀，万派齐飞！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闭上眼睛，对，其他不行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啊。两位勇士离开，让他自己张开双臂。先打了吧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好可怕，好，不要挡到镜头了啊！预备，一个一个嘛，总共有十。